幸运爸爸，我们凡凡真的特别喜欢伟云，我求求您不要开除他，让凡凡留下来好不好？我可以再多打一个小时的工，两个小时，我一分钱都不要。唉，你扪心自问，这么大一笔开销，对于你们家来讲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吗？有哪一个懂事的孩子会让自己的妈妈去打三份工，供自己再来读课外班？你指望将来这样的孩子能？顾佳伟。 凭什么说儿子不懂事？打三份工也是我心甘情愿。